岛上的男子会所至少有两座，一座是酋长们讨论政治用的，另外一座给青年男子学习各种技能的地方。集会所对我们港澳来讲，很像现代的综合院馆，女生就不能进入到我们集会所里面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跟着我们一起看见台湾，认识南岛。